本节目由每升200毫克免疫球蛋白的光明优倍独家冠名播出。我们的歌由让电动车生来更强的上汽通用汽车奥特能致电平台赞助播出。四场团战，余韵不散。无边的创意激起重重惊喜，熟悉的旋律漾起浓浓真情。团战终究落幕，虽然依依不舍，但还是走到了分别的十字路口。打开了啊，没问题，相信我。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写的什么？圣殿，欢迎各位。哎，一块石头哗下去了，棕色，棕色不少，是没错。哎呀，你看看，开心，开心。你看，我就得说得有我吧。圣年加油！啊，我说还配音呢。一二三。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路相伴，未来的路上期待再相会。哎，哦，我们要拜拜了耶！不用成为这个。电都停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走了，就是灯都不给我们亮了，是吧？来了，就是我们都淘汰了。对呀，两组都淘汰了。两组都淘汰了。也好，就是我们这么好的团魂，宁愿不成为对手。对，我们舍不得哈、哦。我们是良辰吉日，咔咔咔咔叮。跟光良哥一起合作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我一直说光良老师非常的幼稚和小朋友。但是我是希望光良哥可以一直都是这样年轻的心态，然后以这样的心态去过自己的生活，然后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嗯，我跟卓璇就会觉得彼此要把自己最发光最厉害的东西拿出来，让我们可以来玩一个很棒的音乐。良辰吉日，嘎嘎嘎嘎叮。我觉得心里面很开心，我遇到你们三位。拯救地球队，你说对不对？对。我来到我们的歌，我觉得我就是把自己打开了。我们感觉在一起，不管遇到什么歌什么音乐都是无所不能，我们都能够做好。我觉得这样子一起玩的机会真的不多，跟大家的这个合作跟认识其实是无价。我觉得有你们在，100岁只要我活着，我还是会很喜欢音乐，很喜欢表演。拯救地球队，加油加油加油！再来玩。惜别之后，对决继续。回归新老搭档的组合模式，一路向着音乐盛典进发。在这个舞台上面，我尝试了非常多的之前没有过的这种阿令的表演呈现，有一点点舍不得，而且我跟小马已经有一种很特别的默契在，就算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也希望可以在音乐上面跟他有更多的交流。和腾叔这么久的相处，我觉得腾叔很可爱，所以我准备了一个电音小二胡，我觉得和腾叔很像。这是什么东西啊？它类似于二胡，但它是个电的。你看，它后面可以调，我现在调中音，音量调大，你看，然后它还可以张开。妈妈妈，腾叔，我来拉个天堂。好。哎呀，拉高了。哎呀，找不到了。对吧？对吧？
可以把嘴巴打开，他声音就更大。哦，哎，对对对，挺好玩的，太可爱了。我给你送个，这是那个1997年的我的一个唱片，哇，天堂的第一版。然后这一次我们的歌，这个舞台上咱们俩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的第一首歌就是《天堂》。是的，感谢腾叔带我。我对写上了，格局打开。我这个是一个小白马，我给你展示一下。哎，然后跟我那个试的不太一样，等一下哥啊，等一下。你是在机场路过那个书店买的吧？不，我特地上网买的。它是一转的时候，两个人就直接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小白马。你看，可以可以，白龙马，哇、哦，好可爱可爱可爱哦！对，太棒了，我太喜欢了。而且刚好它是合二为一嘛，也代表咱们大富大贵，做什么都对。行，哎，你看那跟我准备这礼物有相通的地方。我要送你这个是歌唱效果器，因为咱俩合唱特别有效果，对不对？特充满了效果，所以。咱们第一首唱的还是我不生气，我不生气，是不是？以后生气也要生这个效果器，好不好？来啊，对，来合唱效果器，来一块合唱。效果器。我们上次合作的曲目《唯一》，我们要把它写下来。哦。好，青哥写，青哥字好漂亮。这是我们留在我们的歌舞台上的作品。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上唱这首歌。是哦。对，很谢谢喜哥。来吧，告五人。Yeah. 唯一。哇，点点滴滴耶！走心了，走心了，走心了，走心了。就是我们击掌的时候，显得很默契。哎，这个我要了，兄弟们，醒哥的地板动作。这个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哈，这个我要感谢节目组，我之后看播出的时候，居然那个翅膀还会动，还做了个特效，还轰。醒哥在这个舞台唱自己这么有意义的一首歌，我知道你真的是，那都盛典了，那不得盛开一下嘛，是吧？这个舞台一定要唱个尽兴。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用一首歌来作为我们告别 ，say goodbye， 我觉得很有意义耶。觉得是那种 like 看电影的最后，就是会有那种那个歌会让你就是，对，会不会哭？不可以，我们要唱歌。我们要唱歌，不可以哭。我们哭，没办法唱歌。你喜欢陈粒吗？喜欢哎。我也好喜欢他。空空。空空不错哎，看一下词。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他懂我的梦，让我在他的怀抱中彻底放松。嗯，觉得好像把他放在我们这一季的结尾，嗯，就好像也是一个总结一样，就是不管有什么困难啊不开心的事情，然后你只要像风一样，就他会从你身边掠过。对，歌声曲词何以打动人情，舞台演绎如何振奋人心，今生拍档最终归落谁家，就在音乐盛典大幕开启。各位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国之声我们的歌第五季音乐盛典的现场，欢迎大家。大家好，这里是东方卫视，各位正在收看的是光明优美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第五季。本节目由美生含20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的高品质鲜奶领先品牌光明优美独家冠名播出。高品质鲜奶活性免疫球蛋白是关键，更多活性营养给你更强保护力，让电动车生来更强。本节目由上汽通用汽车奥特能致电平台赞助播出。从今天起，我们将迎来本季我们的歌的最终音乐盛典。哦呦呦呦呦，你看看，哇，这都是什么的歌？万物盛开法则，迷茫是我们输，阿尔茨海默的爱，重生。A1 You Best， Let's go。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就绪，让我们欢迎他们全员登场。
真是超强阵容，而且是5G以来哈、啊、站在音乐盛典舞台上人数最多的一次了。谢谢。先问一下小马跟阿林啊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超级玛丽，我是阿林，我是时代少年团马嘉祺。两位都算是第一次站在音乐盛典的舞台上，但是小马呢会比阿林多一点点经验，因为去年他是在北京一个人待在一个房间里面遥控参加了我们的音乐盛典。遥控其实经验也不多了，这样听看的话。哎，你还记不记得去年你有卡顿？对对对，去年你在那边卡。小马，两个表演你更喜欢哪个呀？嗯，卡了吗？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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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了。要要要，你看看后面。对对对，去年你在那边卡，然后这次终于可以在现场非常流畅的观看大家唱歌。好，那请问一下，跟金曲歌后在一起哈，两位今天有什么小目标吗？就是希望大家听到我们的歌，对，可以流泪。要流泪，要流泪，今天这个目标其实有点难哦，但是听到大张伟跟傅龙飞的歌很快乐，听到我们的歌会崩溃，好不好？就直接崩溃。对。傅龙飞又设计了一段开场，特别垮，各位捧一下，好不好？来来来，我们是大富大贵，什么都会，你说对不对？今天我们要送大家送别小别针，小别针，别针，别针，我有些小别针啊，对，别针，别针，送别，送别，最后一次，送别针。都是我们的爱心，来来来，老师，老师，我给您，给您，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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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啊，然后到我这儿没了，元宝给您，就这样，只剩元宝了。哥，哥，不是，我们还没有开始音乐盛典开唱，后面的 BGM 是送别，你们是什么意思啊？不是，我们就是把歌送给各位，各位别忘记我们这么好的表演，对，是这样的，是的，送别啊，哦，什么名次也不要争，是吧？别争，好不好？就是这样。哦，原来如此，谢谢两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格局打开。大家好，我们是格局打开。好好好。腾叔，真的，我在台上就感受到您的那份快乐，尤其跟这些小辈歌手在一起。今天最后的两个演出会带给我们什么惊喜？今天我们俩唱一首特别难的歌。不是真的，只要跟腾叔在一起唱的歌就是难上加难。如果前面的歌已经是难的话，这首歌难的级别你觉得有多少分？腾叔来，你来点。这首歌啊，难于上青天，真的太难了。好，不多说，我们待会儿在舞台上见，好不好？好。那接下来这支呢，我觉得要隆重介绍一下，因为告五人是在团战的时候进来的哈，所以今天实际上是作为组合的第一次的亮相。你们组合的名称是？大家好，我们是告五人。好简单。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口号，就是3，同心协力，其利断金。哎呦，这个很明确了哈，尤其断金啊。希望着你们今天的表现会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惊喜和音乐的快乐，好吗？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是，大家好，我们是温柔爆炸。哦，好讨厌哦。我想我们今天就将温柔进行到底吧。哇，你们负责温柔，全场负责爆炸，是这样吗？好吗？好吗？你们会负责爆炸吗？好，我们期待的。那接下来最后来介绍五星好评。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五星好评。我跟默默刚一搭档，我就说我们的目标是走到盛典。
没想到真的走到盛典了，对，就已经非常的满足了。所以今天就是主打一个开心。然后呢，我这两天跟傅龙飞的行程是一模一样的啊，因为我们之前的三天一直在录高强度的综艺节目，那个节目就叫《极限挑战宝藏行》啊，东方卫视节目啊，请大家多多关注啊。联动了，联动了。那当然，我也要问一下默默，今天你们准备了什么杀手锏吗？肯定要准备一个首尾呼应的，与爱相关的，相互博弈的，有温柔有爆炸的。哎呦，来，把你们包含在一起。好，其实每一组都会在今天的音乐盛典上给我们带来冲击我们心灵的、冲击我们耳膜的、让我们久久难以忘怀的表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各位用热烈的掌声请他们入座。好，本节目由每升200毫克免疫球蛋白的光明优倍独家冠名播出。好，现在我们已经全员就座了，各位看，离你们不远处就是金光闪闪的我们的金声拍档的荣誉啊。你们最终会有一组问鼎我们本年度的金声拍档。那今天的规则也非常简单，一共就是两轮，每一轮每一组都要表演，全场的朋友你们会听到12首歌的表演。我们每一轮表演完毕，今天现场有351位 You Best 优生品鉴人，在云端有100位 You Best 优生品鉴人。You Best 每一轮表演完毕之后，他们都会选出最喜欢的3组表演，然后我们是积分累计，最后谁的鲜活值最高，谁就是本季的金声拍档。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上海市张江公证处的公证员来到我们的盛典，全程参与今天的活动。在这儿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在接下来的表演当中，各位观众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光明优倍我们的歌小程序，为你心目当中的最佳鲜活人气组合点赞，参与互动可以解锁更多的精彩独家花絮。根据观众的点赞，在上期的 You Best 我们的歌的鲜活人气组合是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欣赏第一轮的表演了，我想知道谁那么幸运的开场呢？这次我们的出场顺序将通过抽取光明优倍鲜活福袋来决定，请大家挑选自己喜欢的福袋吧。那我先来吧，反正不要最后一个。好，陈老师应该压轴对吧？对，没有没有没有，第二第三是最好的。我就这个，打开了。一帆风顺，万事光明。第一个，哇，开个好头，对吧？对。让我们一起来评高品质鲜奶光明优倍，每升关键的20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让我们新的一年也能鲜活力满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高品质音乐盛典吧！新的一年也要和优倍一起鲜活起来！ Yeah！因为我们的歌这个舞台上啊，没一个弱的，所以就我先开。那两位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炸场的歌吗？不是，这个先留后面。第一首是走心的歌，我们先轻轻地飘入你心，再来炸一下。各位，第五季我们的歌音乐盛典的第一个表演来自格局打开。
哇，这么童话的开场。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37年前的一首歌，现在听起来依然是特别的温暖。这首歌我猜一下，应该是腾叔选的吧？其实说心里话，现在我会唱的歌基本上没了，真的，现在就剩下我自己的歌了。可是老唱自己的歌也不合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的编曲他给我说：“哎，叔，你以前唱过这个歌，
我才想起来，我也是在90年代我翻唱过这个，所以就这样。小白是第一次唱这首歌吗？在舞台上？第一次。什么感觉？小时候的感觉。我老觉得这首歌是我父母辈的歌，小的时候听他们哼起来很多。我30，这首歌37岁，他比我大7岁，但我觉得我跟他还蛮像的，就是那种，我是一个小镇青年，我从小城市走出来，哎，到了北京，开始北漂，看到了很多美景，碰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和事情，也经历过挫折困难，但也收获了很多幸福和感恩的时刻，始终在寻找那种自由的状态。我觉得跟张三的歌这种状态是很像的，永远追逐那颗自由的感觉。对，我刚刚看腾叔第一句出来哈，我们这边嘉宾里面肢体语言最厉害的一个人是我们的齐哥，后来我赶紧查了一下，我突然发现齐哥你也翻唱过这首歌。我那时候在台北刚去读大学，年纪跟小白差不多，感觉起来是满怀壮志要去闯荡我的天涯，但是又有点忐忑，有点不知道。然后这一次听到了腾哥开口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另外一个异乡游子，可能腾哥已经历经了风霜，带着他满满的一些人生历练之后要回去他的家乡，所以我感觉有两个世代的游子在那里碰撞，一下把我时空拉回到我当时，所以我后面都是静静的听，而且听得有点热泪盈眶啊。谢谢两位的诠释这么好的作品。再次的把掌声送给腾叔，送给小白，谢谢两位。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好，如果第二组是温柔爆炸的话，这个温柔就慧伦姐是不是你啊？你会读心术吗？哦，真的是。我们是二龙腾飞，活力全开。而且好像我记得我们是第二次接在腾格尔老师跟小白后面，好像是的，好有缘分，压力又来了。但是我们就是要以柔克刚。这首歌是谁的歌？下一首歌是姐姐的歌。我的歌。慧伦，你还有什么歌曲是可以唤起我们回忆的？接下来这首应该算是吧，因为这首歌的创作者伍佰老师他也常常在他的演唱会唱这首。哪一首？被动。来，有请两位。好，可以很久不和你联络，任日子一天天这么过，让自己忙碌可以当作借口，逃避想念你的种种软弱。我可以学会对你很冷漠，为何学不会将爱握手，面对你是对我最大的沉默，这些年始终没有对你说爱你，越久我越被动，只因你的爱居无定所，是你让我的心慢慢退缩，退到你看不见的角落。爱你越久我越被动，只因我的爱不再为你挥霍，是我让我的心失去自由，却再也没有勇气放纵。
时刻，他不想念你的种种冷漠。我可以学会对你很冷漠，为何学不会将爱没收？面对你是对我最大的折磨，这些年始终没有对你说。我就在喂喂喂，怎么又躲到姐姐身后去？我已经变成她的一个靠枕了。对，而且其实今天对 Amber 是有一点小小的考验的，因为前半段悬在空中唱哈，我自己的感觉是有点找不到依靠那种。我觉得很有趣。对，我在彩排的时候就说，哦，只剩那么高吗？啊，姐你来吧。Go. That's it. 可以啊。不够，不，这不会高吗？不够高。好皮啊！真的好玩。那我要问一下慧伦，当年收到500写给你这首歌的时候，你自己的感觉如何？被动这首歌也是在96年的时候 ，Lemon Tree 那张专辑就开始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音乐，所以收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心情是很兴奋的，就是跃跃欲试，然后很想去唱一个这样类型的歌曲。这首歌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苦情在里面哈，所以我来问问看，我们这边还有一位也很擅长唱苦情歌的人。小马，他现在没有什么苦情，他现在还是阳光透明哈。我说的不对是吗？肯定是对的，点头，对对对，特别对，特别对。阿林，我刚刚其实都从头跟唱到尾，其实这首歌也影响我很多，因为我在少女的时候，因为暗恋别人。然后就，
哇，谁这么荣幸啊？然后就是这首歌抚慰了我那个少女的时候，但是现在听已经觉得勇敢了，洒脱了，更有自信了，不再这么被动。但是像这样的歌啊，我相信一定不是大张伟的菜。我不挑食，没事，我都爱听，因为很多歌特别神奇，是在于可能年少轻狂，也许你会拒绝一些，但是时光你知道它无情也有情。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不管我们现在什么音质怎么变，苏慧伦姐一唱歌就感觉是磁带在放，特别温暖的那个感觉，那个磁带在卷的时候，那个劲儿，就是它就是对了。这首歌特别让我觉得想起我少女的那个少女。那时候也碰见过一些少女啊，然后他们听着这样的歌感伤，我在旁边嘲笑他们，然后但是呢但是时过境迁的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美啊，就是这样啊。嗯，谢谢。大张伟讲的最重要的一点啊，时光无情也有情的，而慧伦跟 Amber 两个人一起在我们的舞台上度过了这么一段友情岁月，我想知道你们送给彼此的礼物是什么。一段说唱。其实这是个好主意，吓死他。没有，我送给 Amber 的是一个香氛蜡烛。我在猜是什么。你曾经也在这里发生过，然后我就知道你喜欢这个东西，跟我喜欢的东西是一样的。蜡烛。耶、yes! oh! 然后你看看它的名字。是我的名字哦。它上面写了 Amber。Amber。他还问我说：“姐，我好闻吗？”要躲起来吗？好香。Amber，你送给姐姐的礼物是什么？我记得她在录节目的时候很想她的儿子，听说她喜欢车，所以买一个玩具车给姐姐给她的儿子。她可以拼，她可以拼，对，因为我也小时候很喜欢这个。我觉得你选这个礼物选得非常好，因为我在外面工作这么久，妈妈嘛心里总会觉得有一点点，好像有一点点对不起。但是我回去的时候，我说，你看，你有一个礼物，跟她说 ，Amber 姐姐说对不起，说对不起，抢走你的妈妈，真的很贴心的一份礼物哈。也要谢谢你们在这一季送出的很多的音乐的礼物，谢谢两位，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每一个舞台都很用心，让我们和光明优备一起尽享鲜活，尽享高品质舞台。好，第一组第二组已经演唱完毕了，同理有你们俩迟迟不坐下，你们俩第三组啊。哇，您是姜子牙在世对不对？怎么看出来的？就是我们是第三个。我们是三阳开泰，快乐加倍。而且我们唱的这个歌啊，大家一定都听过，但是很少听过，但是你一定听过。什么？因为他这个歌改的特别神奇。是，他这个歌就是来，大家一块唱，三二一 ，Only You。而且我相信一定会给各位一些小惊喜，各位肯定没有这么听过这首歌。嗨，你跟说的心里痒痒，到底是怎么听过这么一首歌？来吧，有请两位。只有
有 only you。时候，当挫败的时候，没人在乎我，只有 only you。Yo， 拜托，小姐对我好一点点怎样？老是想要见到我超尴尬的模样。想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个小小愿望，牵着你的小手一起看看那月亮。其实在一起的美满就是这么简单，记得说出我爱你就好像一日三餐。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Only you 风雨中陪着我，中找着我。当被骗的时候，当为难的时候，没人相信我，只有 only you。 桃花芳草全都抛脑后，只有 only you。谢谢两位带来的这首歌啊，2009年大张伟老师《霹雳狂花》这张专辑里的《Only You》啊，对对对，我填词啊，是。其实这张专辑是大张伟老师比较少见的啊，复古流行音乐的那种风格的专辑，那种才是我最喜欢的哦。而且您老提，让我真的很感动。You raise me up， 您抬举我了，真的是太谢谢您了。You raise me up， 您该对着腾叔说。You raise me up， 试试。这个真的啊，这个大张伟的这歌啊，真的，我说心里话，他的歌是又好听又好玩。我们好多音乐人啊，能做得好听，但是很难做得好玩。你比如说我写的《天堂》，好听，不好玩。您唱什么都好玩，这是。包括的他的声音啊，我一听我都想跳。所以觉得我们大家很有必要对这个大张伟做这个身体解剖，哦，做 CT， 心电图，太好了，脑电图，看看他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个什么玩意儿的？对，必须得研究。是南也是北，就不是东西，对不对？就是这意思，对，这绝对是个玩意儿。这首歌应该很多人会把它听成一首简单的情歌，但是你在写这个词的时候，你应该不是简单的情歌吧？要不说您会问，真的是谢谢您。就是我本来就不想说这段了，因为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相对就是有点凄凉的回忆啊。因为那阵儿算是我第一次单飞嘛，然后那阵儿就是歌迷就变得越来越少。虽然说不要在乎别人的所谓的那些说法哈，但是没有观众的时候确实是在台上就是很难受。但是当时有几个歌迷虽然人少，但是他老在陪着你，
只有那几个在那儿，然后我看着他就对我竖大拇指，或者给我举那个那么一点点的灯牌，我就觉得哇，这个世界还是有人爱我的。啊，不会有人总爱你，但是总会有人爱你，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写了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 Only You 的这个劲儿啊。我要问问我身边这个啊，听过这个 Only You 吗？我肯定听过，听过。大话西游看了吗？看过，对，没想到大老师会改成这个样子。大老师一张口就是特别大老师，就这种感觉。所以大老师，你知道吗？你有的时候是个名词，有的时候是个形容词。谢谢您啊，您喜欢。大老师在台上总是这么有感染力，嗯，包括听他的歌也是。其实我有时候不开心，还是会听《万物生开法则》。而且我也推荐给了更多的人。谢谢您，谢谢您啊！这真的是我的精神食粮，最近的。对对对。前一阶段，我有一次在一个棚里录像，然后我们中间在牵场的时候，我们的音乐编辑啪就放《万物盛开法则》啊，放了一遍你的，接下来啪第二遍腾叔的。腾叔那个不是要《万物滚开法则》吗？这就是太猛了啊！其实大老师，你的歌里真的很有魔力。我前面还会有一点点紧张，但是听完你们唱完这首歌之后，我一直是像《大话西游》里边那个唐僧一样，一直在晃。Only you。这个歌为什么我们会编成这个样？这个 Chill Trap， 我就是因为觉得芙蓉飞特别圣人这样的，因为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sexy。对对对。然后还是蕾丝的。希望在盛典的时候能够展现出来，给各位盛点啊，是这样、啊。是的，是的。因为当时听到大老师编曲之后，我说，哎，这首歌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 chill 一点？如果说要两个人融入的话， chill、我们是不是可以玩的那个放松一点？芙蓉飞每回特别逗的是在于，就是我跟他说一个想法，当天晚上就给我了。他写歌那个创作能力，就是快到就是那种浑然天成，然后存货特别特别多。因为我很少会用天才这个词儿形容一个人啊。更不会形容你，然后对我只是想说，其实芙蓉飞先生每次真的就是很用心，而且就给我激发了很多，就是我即使有一些很疯狂的想法，我就敢跟他说，然后他就能接得住，然后就能把这件事情实现。我觉得所谓我在台上那点东西，有芙蓉飞最起码70%-80%就特别的了不起。谢谢大老师赏识，特别感谢他。嗯，这个 chill 的氛围太好了，我一度想上去加入。他们这个是爱得越久越主动， Only you 就是你，只能是你，哪里都得是你，就这种感觉。所以我就特别希望以后这样的好的音乐节目可以多一点，像芙蓉飞、像大老师这样优秀的音乐人，有想法、有创作力。对呀、啊，还有你啊，第六季啊，你要来啊，咱们。我来第六季最大的障碍就是你啊，你都来了三季了。真的是一对特别开心的组合啊、嗯！我们也非常的开心这一季你们两位相遇哈、啊，又带来很多的让我们开心且享受的舞台。再次谢谢两位，谢谢。好，那我继续猜出场顺序。在刚才大老师和芙蓉飞做准备的时候，我看到这边有一个人的一个动作出卖了他。我大胆的猜下一组是五星好评。哪一个动作出卖了户？不是你，是默默。刚才默默很少见的拿着手机在听，而且听得很长时间，显然不是听对话，而是在听一首歌。我们是四季欢唱，字句悠扬。哦，哎呀，刚才他们那歌刚把我唱得轻松了，此刻又紧张了。不要紧张，我们来聊点轻松的话题。醒哥送给默默什么礼物？哦，我送给默默的是手套。为什么给默默送手套？因为价格很便宜，不是，就是说，因为啊，首先默默是一个平常也蛮爱戴手套的女生，今天也有啊，上台也会戴。第二，我觉得默默是应该值得拥有更多温暖的人，啊，所以手套主打一个保暖嘛。对。哎，一副手套，哦，也有点可爱啊。怎么突然这么暖啊？你看，手套是保暖的，
它会给你一个安全感，让你得到一层保护，所以希望你以后呢都健康平安开心，做什么都如你所愿。好感动啊，天哪，是不是？来，新歌好暖呢、那还用说，新哥你真的也是个暖男的，但主要还是便宜。对，关键他都他会说呀，你知道吧？就一手套说成这样，哇，真的是了不起。我送给醒哥的是五个祝福，因为我们是五星好评嘛。送五个祝福啊？那蔡国庆老师就剩360个了。哎呀，你怎么拿出五拿走五个呀？那其实这五个祝福呢，是来自于五本书。第一个祝福就是我真心的感受，你可真棒啊，棒棒的，来。哦，但是这个书的内容还蛮成熟的嘛，是吧？对啊，很适合我阅读。很适合你，对，元气解压。哦。第二本书呢，叫做《不是第一名也没有关系》，也是送给我自己。很喜欢。呀呀呀！快乐一天是一天。哎，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送给醒哥，希望我的醒哥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唱歌越来越好。打工人的自我修养。哎，哦，好。终于有一些文字了，怎么样？感谢感谢。最后一本就是你最喜欢的，我也希望你能一直保持的，就是好好赚钱。哇！最后拿出这个最重要的，这就是我给我的醒哥五个祝福。哎呦哎，默默太厉害了，他这个签书都是从机场买的，对不对？就是整个这一套，就拿过来了，就直接精心挑选了一下，嗯。那两位。现在真的到你们表演的时间了，也是温柔派的吗？对，这首歌比较温柔，而且这个歌是新歌，也希望把这首好听的情歌送给大家。欢迎各位登录新浪微博，关注东方卫视我们的官方微博，参与微博点评，边看边聊，发表你对舞台的看点见解，也可以进入我们的歌话题，也参与我们的歌博雅子期合作舞台等互动，解锁更多惊喜玩法。这是大海吧？哎，蓝色的话那就海了。这首歌第一句它不是普通话，不标准的话就是各位见笑嘛。那些理性的爱情不完，你不会剪去了长发，山洞如蝴蝶在双颊，那是眼泪吗？那些理性的爱情无话，你不会随便无火花，静静观察人世浮华，心也麻。假如说钢铁磨成针，只要愿意等，只要肯爱的深，是不是就有这可能，有可能打动这铁石心肠的人。可惜就算梦能成真，有谁猜得准能分到多少部分，生命的童话双底牌没有你我也认。谁猜得准能分到多少部分，
铁磨成针，只要愿意等，只要肯爱的深，是不是就有这可能，有可能打动这铁石心肠的人。就算梦能够成真，有谁在等着能分到多少部分。生命的童话顺地牌没有你，那洗礼心带进不完。漂泊天涯，苦苦挣扎，心已满。谢谢两位，哇，好好听的歌哈。苏醒在唱之前已经说了哈，开头的两句是闽南语的啊，但是我刚刚看，我觉得闽南语肯定不是小齐哥教的，因为呢，你们俩在唱的时候呢，小齐哥在那问他们唱什么，就很不标准是吗？其实闽南语我还蛮懂的，我听不太清楚的意思，歌词是：如果你心里没有我，那是你心内无我。你就是你啊，默默给我写的，他帮我改了那个歌词，都是纳戏，他这么写的，写成普通话发音。对，我帮倒忙了应该是，但是我还是请教了一位哥哥，张栋梁哥哥。哦，但栋梁哥哥的是马来西亚的福建话，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把这个锅甩给不在这个舞台的张栋梁哥哥。对。但是哈，我必须要讲哈，两位的这个配合越来越默契，而且我好喜欢默默你在这首歌里的音色，而且刚刚看到他们的转音跟那个舞美的水波纹一起转来转去的时候，我想说哇，这个结合实在是很厉害，就跟那个海波浪一样互相交汇在一起，那种感觉很美，非常美的一个状态。我很想帮他拍 MV， 就感觉起来是苏州河畔那种波光粼粼，然后他们两个那个红男绿女在那个花前月下在唱的一首情歌，听起来不是什么正面角色，哥哥。是啦，就是互相在各自的空间里面的遥远的思念，但是其实他们心是连接在一起的。我看苏醒跟默默的舞台很多次了，我真的觉得你们的声音交叠在一起的那份很有电力，很吸引人的感觉，所以我真的觉得你们很棒，你们真的就是需要一直站在舞台上的人。谢谢姐姐。谢谢。好听，的确好听。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在昨天彩排结束的时候，吴莫愁是哭着离开的，苏醒是甩门离开的，因为昨天的彩排非常非常的不顺利。就这首歌还算顺利的？哦，是第二首更不顺利哦。那真的惨，我此时此刻正在台上，我负责任地说一句啊，目前没有一遍是完整的，就是顺利的唱下来的。另外一首歌，但是没有办法，就是还是我觉得，既然来到我们的歌，还是要突破挑战自己。对。我其实排练的时候，我倒没有哭，只是因为上一次和腾叔有幸唱的那首歌之后，我整个嗓子就是一个大发炎，就是太投入那个感情了，所以这次排练这首歌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使不上劲儿。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难度就是节奏上，所以刚才慧伦姐姐有说觉得我们配合得很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安慰我们。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边 live 是唱得蛮好的。当然也谢谢你们两位刚才的那个表演，真的很棒，
谢谢，来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五星好评。高品质鲜奶，光明优倍，更多活性营养，给我们带来更强的保护力，让每位歌手鲜活开唱，加油！耶！只剩下两组了，第五组到底是谁呢？你看哈，齐哥就顺势把他的话筒拿起来了。但是齐哥，抱歉，我知道这一组不是你们。我们只是在那种侦探心理学上面想要试探一下你。没有，并不是我有多神奇，是因为在刚刚中间休息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你问我的，对对对，我问的，我说你不会是第三组吧？这个孩子实诚到说，哥，我第五组。是五福临门，健康爆棚。要炸场了，炸场，炸场！小马就是诚实，所以我说他纯净透明，你知道吗？太实诚了。你这样讲的，我们好像老奸巨猾呀。没有没有，因为我想着告诉海哥也没关系，因为他也不会帮我上去唱的。这倒是，我倒是真帮不了你哈。那我先问一下哈，你们两个人互赠的礼物是什么？我送小马的是一个。即可拍啊，对对，拍立得哦，因为在你们共同的音乐空间里面的时候，我是看过小马摆过好多的照相机。对，我知道他喜欢拍照，然后我又知道他又是多重身份，我希望他可以记录他每一个美好的时光。我也很巧的，就是说很巧的送了一个 CCD 一个相机。两个人的礼物一样，都是相机，只是款式不同哈。对对。一二三，因为我知道你一直都有在拍照，那这个是你可以把所有你想要留住的时间都留在那个照片里面。哎呀，不可能是要我在这个船的前面啊，你这样好，帮我拍一个，要给我那种最有时代感的感觉哦。OK， 一二三。那树上种的是什么呀？那个是柚子吗？那你拍我去抓它。哦哦哦，我们挑一片完美落叶子。好，这样子，然后你可以。可以，那我们收集一点。一二三。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刚好可以拍落日。呀，耶！可以，我们这个非常好。我觉得能够记录下跟阿玲姐最后一次在我们的歌这一期的舞台啊，包括我们平时排练，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好，那今天两位呢也要带来一首歌曲哈、啊。这首歌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叫做陈丽的作品《空空》。来吧，两位。好。组成风，欲望组成梦，一个古老的形容，凝视着镜中，怎么越看越普通。时间变成歌，屋檐变成我，山川湖中的沉默，掩盖我心里很隐秘的啰嗦。怎么好像几秒钟还在自由放空，突然就变失落，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它懂我的梦，让我在它的怀抱中彻底放松。
成空，欲望凝成痛，一个无奈的形容。凝视着镜子，怎么越看越中庸。时间变成沙，灵魂说成话，只剩下沉默无价，掩盖我心里太多余的挣扎。怎么好像前一秒钟还在自由放空，突然就变失落，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他懂我的梦，让我在他的怀抱中彻底放松。怎么好像前一秒钟还在自由放空，突然就变失落，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歌。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的多么的梦，让我在他的怀抱中彻底放松。一个古老的形容，凝视着镜中，怎么如风也如梦。那我们现在来听听看小马为什么选这首歌。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之前也唱了很多很快的然后很有律动感的歌，然后跟大老师我们一起 happy 了很多，然后所以这次就想跟阿琳姐一起唱一些能够讲述一些什么东西的这种感觉的歌。我当时第一次听到她也是觉得这首歌词特别抓人的心，因为她在聊成长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本人也是在经历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我觉得阿琳姐的声音就像是坚实的一个堡垒，在小马同学的背后，好像耳机里面听到她的声音就能够让自己内心更加的坚定。谢谢谢谢大家。小马跟那个阿琳说我们那个邻家大男孩我们以前合作过，然后阿琳老师唱歌就唱讲，那是绝对是没得说。但是我觉得小马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点，就一个人要经历过什么他才能唱出个什么来。小马其实他没有经历过这些，但是他就是会唱这些，你明白吗？小马，我觉得可能这个跟你现在你所学的东西也有相当的关系啊。因为这边有一位前辈，他也是戏剧的出身，然后来做歌手，就是我们的慧伦姐啊。小马是有演戏有演员的身份。对对对，我在上戏剧学院，在戏剧、因为其实我听到小马唱歌，我觉得他里面好像有一颗种子，然后那个小树慢慢慢慢慢慢的在成长，然后那些枝芽就是向外延伸的那样的感觉。所以我其实很少听小马说话，但是我觉得他都默默地在观察着很多的事情，我觉得这些可能都会变成他心里面的一种养分。对，慧伦姐你说对了，所以他很喜欢拍照。对。导演组跟我说他们选《空空》这首歌的时候，我特意的再去听了一遍，然后我就发现其中有一段歌词，我以为小马选这段歌词是有特别用意的，我也把它抄了下来。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
说他懂我的梦，让我在他的怀抱中彻底放松。风是一件很美妙的东西，就是它可以带走很多你觉得不快乐的事情，然后也可以抚平你的很多伤痕。所以其实我听到的时候也有被这首歌拥抱到。对，其实我们也想唱出来，然后拥抱更多的人。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感受到了，再次谢谢两位的表演，谢谢谢谢谢谢。在节目播出期间，我们联合微博发起博雅子期合作舞台，各位可以上微博搜索我们的话题页，为你喜爱的舞台点赞。各位，现在到了最后一组的时间，告五人啊，不过这是全新的告五人了哈。咱们是六六顺意，鲜活满满。齐哥，你好像有点不太划算啊。当然你也划算啊。怎么说呢？别人都是送一份礼物，你好像要送三份礼物；别人都收一份礼物，你好像可以收三份礼物。哎，对哦，我突然想到了，您送给三位后辈的是什么礼物？鸡爪三个，正好一人一个爪子。鸡爪啊，鸡爪。哎，这个是乐团的那个天的积木啊。这个是爵士四重奏。这个是给齐哥舒压。对，舒压。这是告五人的周边，我们试了很多种材质，然后这个材质还蛮耐捏，最好捏的。哦，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我们要给你的烛光。哎，这是一个哈密瓜蜡烛。哇，哎，这你不讲我还以为肥皂呢，这挺好的。那齐哥帮你们准备的是魔法药水。哇，这是我们江南的特产，醉蟹。对，这我知道你们很喜欢品尝美食，所以我也去找了一下。哇，因为告五人呢很喜欢美食，他们到哪里呢都会到当地去打卡的地方去试吃。 OK， 了解。好，那接下来就是这一轮的最后一个表演啊。迄今为止还没有讲过话的是哲谦，所以哲谦我要请你不能说出歌名，但你要介绍一下这首歌。我把我，我把我灌醉，是那个。那是你把我灌醉。是你把我，你把我。这首歌其实对于齐哥和告五人来讲有特别的意义在哈，因为这个是你们第一次在舞台上合作的作品。应该算是他们第一次来我的演唱会当个嘉宾的时候，他们跳的这一首《对折》来了。接下来，各位，舞台留给告五人。鲜奶每升高达20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和更多鲜活营养，带来更强保护力，让我们的音乐更加鲜活。拥有你就不需要魔法给的，给你一瓶光明优倍高品质鲜奶，领先品牌光明优倍，喝鲜奶选优倍。每升20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是关键。本节目由每升200毫克免疫球蛋白的光明优倍独家冠名播出。Yeah.
是可恨可怜可恨可爱的，可惜都不可能了。我把我对着，轻轻把你也对着，今生是你借我的，来生是我答应你的，越曲折人不舍，我不懂得爱的恨的痛的，心如刀割，痛过就懂了。紧紧被回忆咬着，彩虹的第八个颜色，视野的黑色，心还是肉做的，你的吻还热热的，你睡了我还醒着，苦的涩的甜的酸的怀念的，我们谢谢四位的表演。刚刚齐哥讲了哈，就是他们来你演唱会做嘉宾的时候挑的一首歌。齐哥的歌那么的多，这首歌打动你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我相信所有朋友都知道齐哥有一首经典的歌曲叫《伤心太平洋》，然后里面的作词人、填词人是陈默老师，这首歌也是陈默老师写的。我总觉得他非常熟悉齐哥的声线，可以唱什么样的歌曲出来，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喜欢，就是齐哥跟陈默老师一起合作的作品。
所以是歌词被打动，对不对？好，但我也要问一下齐哥，这张专辑的发行时间是2011年，在那张专辑之前，你基本上有3到4年的时间没有再出唱片了。其实我每次做任何一个作品的时候，我都希望专心。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就是开始准备我新专辑的酝酿，然后那个时候就等了很久，这个歌词也写了很久，然后每次我要进录音室的时候，陈默老师就打电话来说，你再等一下，我可以再改好一点。所以我觉得这种追求完美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蛮打动我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好做好一件事情总好过我同时间做的太多事情都搞砸了来得好一点。极致的追求，特别特别的棒。那我们来听听看腾叔他们好不好。来，小白作为腾叔的新闻发言人。腾叔出言必有金句，留到最后。哦，张嘴就是包袱啊。来来啊。不是，我的意思是、哎、不，我的意思是并不是某些人能说，其实我们小白也能说。好啊，我知道某些人，我知道您说的是谁。哇，又被 Q 到了。哇，来，今天是第一次见告五人，但是在见他们之前已经好多他们大火的歌听过太多太多了。然后今天这首歌一个配合很默契，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男女生的他们的搭配和小齐哥的声音和歌词里面写的一样，层层叠叠叠叠叠往上叠，叠到最后的时候感觉像演唱会要收尾了还没有听够的感觉，特别爽。对，谢谢。而且告五人是绝对的天才，因为写歌这件事情一弹吉他一张嘴，有的人就是一般，但是有的人他就是莫名其妙也不怎么就能哼出那些旋律来，然后在他这儿就能写得那么好。怎么说呢，在以后我就希望多出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你们这么美妙的音乐，真的是棒。小齐哥，哇，是大老师。小齐哥不用任何伴奏，他只要唱歌你就知道是任贤齐在唱歌。这是的，是不是特别标志性的。小齐哥已经给我们做出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结果，忠于自个儿的美好，了不起，就是叫小齐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其实这个我后期的作品我比较少打歌，因为以前呢我们去做唱片宣传的时候，有些签售会或是签唱会会在一些商场或是什么百货的那种卖场，那人家都不让我唱这首歌，因为他们说对折再对折就2.5折，东西就卖不出去了。所以应该双十一找我去唱啊。对，那个时候没有双十一，对不对？那时候没有双十一、啊、这个时候太对了。先是李九哲来唱，然后接着唱对折，然后就大家折上折，就是先找一堆折啊。好，小齐哥刚刚对这个的解释一定会让大家印象深刻哈，有着骑士的幽默。非常谢谢齐哥，也谢谢告五人，谢谢。来，谢谢。非常好。好了，各位，第一轮6首歌你们都听完了，接下来现场和此时此刻在云端的 You Best 优声品鉴人们，你们选择3个最喜欢的表演。1号键，格局打开，张三的歌。2号键，温柔爆炸，被动。3号键。大福大贵 Only You。 4号键，五星好评，同花顺。5号键，超级玛丽，空空。6号键，告五人，对折。现在我们的助力通道开启，观众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光明优倍，我们会和小程序为你心目中的最佳鲜活人气组合点赞，参与互动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独家花絮，也可以获得来到现场参与我们录制的机会等更多的惊喜福利。我们没有1号啊，有1号。5 4 3 2 1，锁票。来，现在各位会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是这一轮暂时领先的那一组。
他们是。恭喜超级玛丽暂时领先。怎么会？太棒！恭喜恭喜恭喜！这是应该的，应该的，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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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第一轮分差非常的小，都是个位数的分差，所以即使领先，也有可能在第二轮中被反超。接下来我们要让各位歌手换一下战袍，我们来期待第二轮。这轮暂时落后，没关系，没关系。对，这个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但真的有演唱会的感觉。对，对，我觉得看到前面挥舞的双手，感觉很过瘾。哦，很棒哎！来，说，咱们把我们的张三的歌写上。好，张三的歌怎么样？刚才这一轮，其实咱俩唱的，真的好。我也觉得，真的真的，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舞台上，这个越来越配合默契的应该是咱们俩。耶，格局打开。好，接着来。挂了啊，挂了，对，我去挂上。OK OK， 真棒 ，Yeah Yeah， 你看四首歌，四个舞台。这首歌叫做 Only You O N L You。好，黄瓜帅，我觉得刚才是发挥的特别好，是不是？哎，只要一上台就没问题。告五人前期对折，来吧！哇，开心！耶！加油加油，我们加油！来吧！空空，嘣！耶耶！下一首歌，保证要让他们哭。来吧，换装去。蛋糕，加油！加油！本节目由每升200毫克免疫球蛋白的光明优倍独家冠名播出。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我们的歌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感谢网易新闻、网易号、网易娱乐，来网易云音乐收听纯享版我们的歌。感谢新浪新闻、网易新闻、百度 APP、搜狐娱乐、腾讯新闻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